有钱人，我知道厉害。你哋喺焚化遗产面前搞乜嘢啊？大出人相都系为咗查出真相。我哋系为咗调查西子群被毒杀一事而嚟到呢度，我会将呢一度作为暂时嘅行宫。系底下阁楼黄世子，5月15日起，星期一、二、四、五晚10:01 J2。夜妈妈仲嘈咩啊？锁紧。